1, 2, 3, 4。 我来台湾是因为有一点跟我说，我来到这里，他就可以让我的梦想实现。最强的摇滚手，最屌的吉他。这应该是吉他手吧？哎，我的手呢？欢迎加入 Smash！ 我现在要帮你们介绍一个音乐制作人。他也听过你们的作品，对你们也很感兴趣。那这个制作人有跟哪一些艺人合作过 ？F4 啊 ，Tension 之类的艺人吧。他不会想要把我们包装成现在又笨又蠢的那些偶像乐团吧？但我们最好要成功很难，非常难。你们应该要看着一个享受你的表演。让这一个人去感染到其他的人，让我们欢迎。当一个艺人，你们的生活将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你们的一举一动，社会都会拿放大镜来检视你。你们这个团赶快收完，赶快滚，对我就是尊重了。你现在到底想怎样啊？我们不能再失去任何表演机会。你答应过，你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你想把所有人拉在你旁边，你就可以把我一脚踹开。如果你们真是朋友的话，要给他一点时间，等他准备好了，他就自然会到你面前。我祈祷，我寻找一种力量，带你到我身旁，不再流浪。人生有一些路是一定要走的。